这段影片要介绍如何隐藏 iOS 7系统不想用或不想被看到的系统内建 APP。比如说，我想隐藏 Game Center、Facebook 和书包摊这三个 APP。这样，我要将这三个 APP 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这三个 APP 是我想隐藏的。接下来，将其他 APP 移到第一页。占满这个主画面和 Dock 区。接下来，你要将其中两个 APP 制作成一个资料夹，迅速将你想隐藏的 APP 资料夹放进去。操作步骤是这样：制作成资料夹，按住。放进来，这样你想隐藏的 APP 就会在其中的资料夹里。接下来将这两个 APP 移出来，占满这个主画面，这样你就会得到一个空的资料夹。其实你想隐藏的 APP 还在里面。接下来你要按住。移到下方的 Dock 区，放开，然后它就消失了。你想隐藏的 Facebook、Game Center 和书包摊三个 APP 就不见了。如果你希望它再次出现的话，只要重开机就可以了。开机后，隐藏 APP 就会再次出现了。Game Center、Facebook、书报摊。